大家好。这个你得拿一下，老板。收音的那个。那个一直播的也进。我们知道大岳老师唱了这个好多的经典啊，几乎每一首，那很多人都说是每个人心目都有一个罗大佑。不知道哎，这个每个人，因为我毕竟年纪比较大一点，年轻的人我还没接触到。年轻人也是听您的歌嘛，是经典嘛，都是在唱。因为这时代变化很厉害，这时代变化很厉害，节奏啦，大家喜好的那种 hip hop 啦，电子乐器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较年轻的人我有点脱节，不知道。但是您那个就从那个时代开始制造，就是创作这么多经典歌曲，是怎么都能成为一种经典的？自己有什么一些？这个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全力以赴吧。做音乐虽然是很简单的事情，做音乐虽然是看起来它是娱乐性的东西，做音乐虽然是看起来是一个它是必须要让大家开心的东西，但是它有它的严肃的一方面啊，它有必须要面对时间这样的事情的一个不能少掉的一个理由。对，所以我觉得美感跟时间，生命的经历。他们其实唱前阵子不是那音乐会吗？假如我是罗大佑，唱那么多那么多知名的歌手都唱。对。他们唱你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的感觉？很开心。像今天在我们在刚刚录影的时候，戴片有讲嘛，他唱的我一首歌，其实很少人知道，这年轻人尤其不会知道的。比如说像《将进酒》这样的歌，阿令唱了一首我很少唱的歌，而且非常非常不流行的歌，叫《暗恋》。但那首歌是爱人同志那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些比较难以预期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很惊讶吧？这么多你认为很偏门的歌曲都被唱。对，这个很奇怪。对，很奇怪啊。那今天腰怎么样？刚才他录节目。其实也没那么严重。那大概休息个两天就好一点。他们讲到要去针灸啊什么，好像对。不过，因为唱歌其实是一个还蛮需要全力以赴的。因为你在嗓子方面，你的肢体语言的表达，还有你脑筋里面浮出来的画面，所有的生命的轨迹。都要全力以赴嘛。对，那坐这么久辛苦吗？在那台上一坐就四个多小时。那我觉得还好。还好。那一唱再唱三个钟头，可能还辛苦一点。还辛苦一点。怎么受得上腰？怎么扭到？不是那天因为第一场嘛，台北小巨蛋，所以因为那天下雨。那下雨，那个台风扫到台风尾，要下雨，整天下，那我们会比较担心。但是就观众也都来了，是一个满的状态。你就觉得很蛮感动的，你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吧？所以这个第一场可能就会比较用到一些，而且这是个新的一些排的歌曲嘛，歌曲就没试过这样的排歌曲，然后这样去唱，所以对，会比平常用力一点，会比平常用力一点，但是也还好，没太严重。我看前阵子就一个时代，也是内地的一个乐队嘛，黑豹拿那个保温杯在网上火了，保温杯，你有看那个新闻吗？没看到，那您现在怎么养生啊？养生就运动，运动。对，我觉得人当作动物的一环，而且是等于是最高级的动物，就是越年纪越大越动不了，越要动。对，动，我觉得就是要歌是一种气动嘛，气动，你要把自己的歌声连在一起，跟肢体连在一起，就是要动。然后对，多喝水。还是对，各位媒体，我们潘静已经来了，然后我们两位老师一起，两位老师一起。一会儿你把这个搞上去。谢谢。来，好。行，咱先坐没关系。对，刚才老师已经说了一阵子了，其实你也一直翻唱老师的歌曲嘛。假如我是罗大佑，唱老师的歌曲什么感觉？我其实从小就一直在家里唱老师的歌曲了。所以这是可以在舞台上表演老师的歌曲，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像我说的，我都唱自己的歌吗？对，那要不是因为罗大佑老师的话，我想我不会提起这么大的勇气去唱别人的歌。因为经典本身，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
歌者本身的声音的那个生命力的延续，那个延伸是很重要的。这不是所有人随便唱了之后就可以取代经典这件事情，所以要翻唱别人的歌，我自认觉得我抱着的心态就是致敬，然后就是告诉老师，哎，老师，我很喜欢你的创作，但我没有想要去表现自己或什么，纯粹就是乐在参与跟见老师一面这样子。嗯，他一直是您的一个什么偶像和目标吗？老师在音乐的方面的呈现，他从我从小时候听他对于关怀社会等等事情跟还有一些议题的一些想法，我觉得独立性跟独特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像这么多人都在写爱情，每个人都在写失恋，好，老师的触角就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也不是说这是我的目标或什么，这学不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成为第二个罗大佑。可是今天看他们演唱你的歌，经典慢慢出现了，真的哈，对。我是说创作的部分啦，对啊，创作的每角，因为每个人写失恋都不同的角度，就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像老师光写失恋的那个部分，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切入法。Penny，对，经典是需要时间的，嗯，是需要时间。你是2001年才出唱片的，对。对，所以我还要。他会出现的，他会出现，已经在成型了。对。对，那今天两位老师在节目中看到别人来改编自己的经典，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其实光是看佩妮那三首歌，那个整个起伏那么大，对吧？豫剧也扯进来了，对吧？好，然后音乐剧也扯进来了。对，对，像我那几首歌就是摇滚乐的嘛，摇滚乐还有比较。New Age 的东西，其实对生命就是需要改变，歌曲是需要改变，因为否则生活也很乏味的。嗯，哦，对，这就是听觉上另外一种感刺激跟不同的吸收嘛。所以今天的改编，它是否会让经典成为另外一个经典，这就是接下来他们的挑战了。嗯，那大佑老师自己唱这么多心目中的经典，前几名是哪几名？如果你推几首歌曲，哇！自己的歌是吧？对，自己的歌啊，可能你的样子算吧，好不好？对，你的样子算，野百合也算吧，野百合春天，对。不过就因为他还是得再经过更长的时间的考验的，对。其实刚才佩妮也给老师一些说在这个假复习嘛，他的受伤，嗯，刚才他自己不好意思说没事儿。没有，其实我是到今天才知道是有受伤的。对，那我知道老师这阵子也很忙，所以看到他们同事有加了一个背垫，我只是看到因为背垫反了，老师不知道，我去帮他调整一下，这样应该的。嗯，辛苦了，老师辛苦了，大家辛苦。想问一下两位，就是现在有在听哪些国内的年轻艺人的作品？像90后的歌什么？90后是吧？我先讲。我们其实基本上，因为我自己在做音乐的关系，我再加上我自己的唱片，加上我自己签约的新人，加上我乐团，其实说实在，要听到新的音乐，真的要机缘巧合。所以你说我专注在听一个新的音乐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在车上不小心听到，为什么要我，就是其实我什么都听，所以真正要讲出一个名字才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先做完自己的音乐，才有时间去享受别人的音乐，这样子。90后我真的听得蛮少的。哦哦，对。然后就是戴老师也被称为那个中国的 Bob Dylan 了，然后他之前有得到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好。两位其实都是那个创作型的歌手，怎么看就是词为曲服，还是曲为词服这个问题？就是歌曲的一些文学性。我觉得 Bob Dylan 他自己也没有想过，他也没有要，对，要追求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对他来说，但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他自己，这么多年来词曲这么开心快乐做这件事情。那你刚才提的词为曲，词为曲服还是曲为词服？这就是都为生命服务吧，为我们活着的生命，为我的生命服务，我是这样觉得，所以不是词或曲，曲或词这样子。哎呦，这个问题有点像，
是男人为女人服务还是女人为男人服务，这个太难讲的。但婚姻就是互相服务，他们相辅相成，这个愿意合作跟快乐或是他们生活融合的程度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一个婚姻，就是跟男人在一起的最崇高的目的。我想问一下大佑老师，您是怎么想到去知乎答题的？这去哪里？知乎上答题。知乎上面答题哦。因为也是有一些问题的还没有澄清过嘛，自己讲一讲总比较好一点。对，罗大老师，也是看到您刚才台北上台看到您的表演唱会，好，那您在那个演唱会上也呈现了几十多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后续这些就这场演唱会有没有可能搭档起来？哦，会已经有新闻了。对，12月31号是吧，北京对吧？北京，谢谢，谢谢我新的经纪人。啊，就这么决定了。他们公司刷屏刷得很灵，很厉害，真爱啊！我们先让大佑老师撤，然后那个看你。好，谢谢。好。可以吗？会不会酸？你一个对不对？一个我帮你拿。我不给他拍开了怎么办？不是，我只怕挡到你们的牌子。都有看到吗？自己认一下。没关系，因为小心，因为我这有一个麦头，可以吧？都看到吗？跟你去世界也唱了，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被传唱嘛。那这一次今天现场呢，还要学这个豫剧嘛，还跟他们互动，感觉娱乐感也蛮足的。以前这种方式有尝试过吗？说实在，我真的很少录节目，但我其实个性上，我从念书的时候就是一个搞活动。搞康乐组的，所以其实我不怕生，然后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害怕出丑或怎么样的，所以喜欢我音乐的朋友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很爱玩，然后也没有特别太拘泥的地方，所以今天可以学到一个新的东西，对我而言就它就是一个新的知识，一个新的感官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所以我不会去想说什么一定得要互动啊，还是什么？就怎么发生就怎么顺其自然这样子。嗯，其实你在自己音乐上坚持，应该说在中国这些歌坛也是独树一帜的，也有很多这个铁杆的歌迷。其实自己刚才也讲了嘛，这路坚持其实不容易。那怎么创作自己的风格，不停的往前坚持，是不是也很经历了很多艰难的过程？就像Tia刚才所说的，我特别解释一下，其实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太用力坚持，但是因为有人反对，所以我们才要坚持，有人否定才需要坚持，有人批评指正或者是做了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对的事情，我们才要去坚持这条路应该要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些坚持，这些不管是好的坏的包的扁的，它都是让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你不能只听好的然后不听坏的，或者都否定坏的就都肯定好的，都要都听，然后当你听了十几年，你大概就知道发生了是怎么一回事。更何况是你自己一步一脚印的，踩过这条路所有的石头，慢慢走过来的时候，你却知道说哪一些批评是真的批评，对你有帮助；哪一些赞美是他是真心的赞美你，然后，这个赞美也不会让你自我膨胀到已经迷失的方向。所以，现阶段对我而言，我不需要坚持什么，我只要就是顺着自己，顺每一天顺着平心静气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让自己心情起伏太大，这样子就不用花力气去坚持什么了。嗯，刚才大佑老师说的最大的评价是你的歌曲成为一种经典了，已经。啊，谢谢，我都心虚了。哦，对不起。没事。哦，是你的问题。你有错。但真的是经典。还需要点时间，甘老师一直在强调说经典是需要时间的嘛，对，我跟老师出道的
年的那个年份比起来还是差很远的，所以我希望我的歌可以，即便是现在哪一天我或者是没有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见面，十年二十年的哪一个机缘巧合又怎么样有一个歌成为经典的，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我在人生里面有很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运气在，所以当你事情越不想怎么样的时候它越怎么样，所以经不经典这件事情在我自己现在创作来说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我不会为了想要说我一定要写一个经典啊，然后这样把自己逼死。对，刚才有个摄影师说想让你想听黑泥版的《你的样子》，能不能哼唱两句？嗯，我刚才不是有唱吗？对，他想听。刚才他不在了。好，太辛苦了，谢谢。好，谢谢，太辛苦了。好，不好意思，辛苦了，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的，谢谢三位老师。节目都有唱。对，节目在的。看来我真的要疯了。嗨，美女。太猛了。来洗了，哇！你怎么洗了？我感觉那个放到怼嘴里面是吧？还有谁？还有小米吗？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给举着，你们举着，对，我老在中间了啊！不要这样，头发最多的在中间嘛。我们差不多，你很多，也对。好，我拿一下，我自己拿一下。最蓬的人在中间，拿下来。这个怎么搞？好，我一直都拿俩，我还能不能拿一个？但拿一个就有点挡啊。这样可以了，好了，就这样走。好，谢谢各位。那个刚才大家老师有聊，他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这个歌坛什么位置。那三位觉得他在这个歌坛什么？珠穆朗玛峰。好了。珠穆朗玛最高峰吗？啊，你是地理是哪里的？英语老师教的。珠穆朗玛峰有人超越。啊。有人攀登上高峰、啊、攀上去的是人不是峰，对吧？没有另外一个峰会放到另外一个峰上面。我觉得大佑老师是华人流行音乐的音乐教父，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转捩点。那他的专辑《知乎者也》被票选为二十世纪百大流行音乐专辑的第一名，就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就是他的位置有多被尊崇嘛。那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很多人音乐人都是受他的启迪跟影响。我在高中的时候会弹的第一首歌《闪亮的日子》，就是大佑老师的歌。那你也最喜欢怎么滚滚是吗？滚滚红尘，你呢？童年。我是喜欢童年，因为在我，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大佑老师是殿堂级的一个，对，艺术家，艺术家，对。其实我看三位底下坐着也是一个互动娱乐感十足嘛，是不是已经感觉这个团队养成了很大的一个默契了，在点评的时候或者在给选手打分的时候？不会了，我们感情私底下感情都很好，平常都没有联络。真的？是这样。没了，因为说实在，因为这些人都好可爱，像小敏啊，他就是一个唱歌那么好，然后现在发展那么好，然后你看英俊老师头发这么蓬，我看你怎么夸我来，他就是一个音乐鬼才嘛。对。那萧煌奇老师他虽然眼睛比较不好，但他听音乐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心。是。然后 Tia 对不对？他就是一个灵魂歌姬，看他就生气。对，所以我们五个人呢，其实感情越来越好。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客厅聊天，对不对？对。客厅就是我们客厅里面来的两个嘉宾，我们就跟他聊天聊音乐，说天说地说南地说地说北的，非常开心。所以有些人说，例如说有些人有偶像包袱啊，有些人说罗大佑老师可能比较严肃，但是事实上没有，只要到我们的客厅，大家就会都会变成开心的聊天。对啊，其实三位现在发音越来越能说，像刚才说大佑老师这么多经典的歌曲，三位能唱点吗？唱两句吗？哇，现在要唱要收钱，这样收钱，对，收钱，收钱，对。你们是红包、微信还是支付宝？啊？转账。算了。哎，其实你唱一首吧。哎，我们听小米的声音那么好。合唱。对，可以合唱啊。那可以啊，来。唱个《滚滚红尘》好吗？为什么会选？没有，因为正好刚说到这首歌。哦，了解。去难去，数十载的人是有。Yo, it's me. Yo, yo. 继续，下一句，下一句你来。
分一分去难去，爱与恨的千古愁。哇，真好听，真好听啊！唱太好了，谢谢各位，聊得很干。Tia 没有比你唱差很多。哎，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真的有一首歌陪伴着我。我每次跟女朋友吵架要分手，是否我就会唱这首《是否》。这是我将真的离开你，你知道唱这首歌就会很酸，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会写，把我现在的心情写得这么一览无遗，可是最后我们又复合。所以那个人是，刚刚在台上刚说过，就是初恋什么的，就初恋，男人的话都不能信的。所以我觉得罗大佑老师的歌陪伴我们的青春啊，然后他一直在蜕变，他现在还在写很多新的歌。所以我觉得音乐人就应该像这样，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超越，对。嗯，戴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个不凡的改变里面加时团队这个概念，加时的这个概念？哦。嗯。OK， 你讲。觉得这个对音乐来讲，你是什么样的挑战？对一个经常歌手。就是拍一下，是不是会后期结一个红包了？开玩笑，开玩笑，可不可以震惊的讲？不能总说钱，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加时团的存在就是。一是给观众制造一个悬念，因为会在观众不知道他就是劲唱歌手能不能把这首歌唱完，那我们加时团就是来负责，就是来鉴定这首歌改编的好与不好。虽然说我们只是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了，但是五个加时团成员在那边是五种看法，所以怎么说呢？我跟你讲，这个时代很残酷。这是新媒体时代，大家在手机上面听歌、看 MV、看视频，其实大家都非常残酷，不喜欢就换页了，不喜欢就点剪掉了。加时团其实代表的就是现实，就是现在大家观众的眼睛，所以我们觉得，哎，这好听，我们加20秒；再好听，再加20秒；真的好听，我们整首歌都听完。其实也很符合现在大家在手机、在电脑面前或是看电视的习惯，不然不喜欢就转台啦，不喜欢就换页了，所以我们是代表观众，对。嗯。那三位老师对于你们自己加时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最重要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呢？看看还有没有期待其他的一些变化，还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个惊喜。有时候我不加时啊，有一次我没有加时，像今天嘛，对啊，大家都加时，我就是不加时，因为我觉得不够好，那我就不加了。那这个也是很残酷，因为他唱到一半就停下来。是不是国伦老师在加时团中扮演这个稍微严格一点的这个角色？没有，其实各有所好。我扮演的是清醒的角色，就是我们都是喝了狼牌特区，不是吧？不是，我觉得说音乐啊，忠于自己。其实大家听歌呢，见仁见智，我喜欢就加，我不喜欢就不加，就这样。他们也是啊。对，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受。对，前面那个按钮就是我们真实的感受。对，本来我以为加时团，我要来之前我以为是别人吃饭，我们盛一口菜给他，原来是这么加的。有点冷吗？这个？哎，对，很冷。我没听懂。对，还没听懂。那一点都不配。英俊老师在我们这个加时团就是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有时候我们太热情，他就给我们来一个冷水。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聊到已经干到不行。来，还有什么问题？三位老师有没有机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像今天 Tia 一样上台去翻唱一些传奇歌手的作品？哦、哎呀，可想了，那当然想，但是一直没有这样的契机。啊啊、就是说，我们也是有的，经常是来到当天才知道这个传奇歌手是谁。所以可能之后要是有一点准备的时间给我们，我们很愿意上台。其实我一直都是想上台唱歌，但是大家都不给我机会，所以我只好去的鸟巢办演唱会。好，谢谢各位，来，先欢迎。好了，没有，好，这样哈，辛苦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各位，辛苦。来吧，换你们。辛苦了，你看那男孩干这事。一直播的高点，小心。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拿一个。哎，哦，你呢？断了一个，贴一下这个。对。你们这些男孩，你看女孩都是可是温柔一点。对，来啊！两位老师，能不能先简单谈谈对今天这个录制两位传奇歌手的感觉？罗大佑老师跟戴佩妮老师，对。黄奇哥，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吧。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两位老师都是创作人，然后尤其是罗大佑老师，他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写歌，我们都创作，所以。对他的作品都是首首经典。那 Penny 呢？其实他的创作也是一种，他有他独特的风格。所以今天的一个录影啊，包括很多的这次来参赛的选手，他们改变的那种音乐的方向都是很棒的，好像是做一场演唱会的表现，其实还蛮过瘾的一个录影。我觉得就是大佑老师和佩妮都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一个是前辈，真正的我们大家的偶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俩互相欣赏的网友吧。我跟佩妮是网友，然后我们曾经因为是喜欢对方的音乐，所以在微博上会有一些私信的互动，然后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然后听到他现场演唱，对，然后性格超可爱，然后大佑老师也是让我觉得哎怎么这么可爱，就是平易近人，是，对，我想到哎这个巨星是不是应该有就是很大的，就是看到他很大的压力，但是见到他完全没有啊，他跟我们谈笑风生。因为戴老师其实因为我们这之前都有碰过面，然后也一起玩音乐，他帮我写过歌，做过音乐，所以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轻松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一个长辈，然后跟你聊天，然后可以从聊天当中可以得到一些他的一个启发，或者做音乐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还在他身上还学到蛮多音乐的，感觉像一个人生哲学。对对，他就是一个哲学家，我觉得。然后说到今天的，就是今天我们录制一个是很顺利哈，是因为每一个选手其实他们都带来了相对不凡的改变。对。然后我觉得每一个音乐也都让我们觉得，哎，现在的这些改编，包括这些音乐人，有梦想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对，因为从过去。我们开始录制到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选手在改变音乐，可能可以抓到一些方向，而不是把所有他学到的东西全部放进去，而会再去把重要的音乐最重要的根茎，然后呢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呢去表现现在他们改变想要发现的一些他们觉得可以发。唱出来的方向。对，而且这个舞台其实吸引了挺让人惊讶的。今天第一个出现的是戴爱玲，对吧？然后大家都知道，对，我也是非常喜欢她，是实力歌手。然后窦儿啊，是不是歌剧演员啊？然后唱豫剧的，然后就是这些人都其实都很成熟了，然后在音乐上他们的能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其实还吸引了蛮多就是很强的选手。所以你们今天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今天的每一个选手，其实他们都很精彩，很精彩，对吧？是否？是否？对，我们最喜欢是否？对，是否？对。对，因为说到是否，其实我之前说去年大佑老师的这个音乐会，当时那个袁文老师是音乐总监，他当时有邀过我，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对。你有没有去过大佑老师的音乐会？我有去过，就是。对，所以对我来说是遗憾。对。所以我今天就是弥补了我去年的这个遗憾，然后今天能够在他本人面前唱，所以今天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是相对比较比较平凡但是又不平庸的一个版本。没有，其实不平凡，你用了很多你们很多弦乐的部分是让那个是否这首歌呢变成非常非常非常浪漫，然后非常有画面，它是一个新的一种新的音乐的表现。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学会做减法，就是可能大家平时原来了解我的就是我会改很多，或者是我会有很多新鲜，但是慢慢长大了哈，就是也经历了，所以我觉得
音乐最本质的就是简单、嗯、情感、嗯、然后最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是最好的、嗯、所以我们帮你们要问的东西都全部都讲完了所以你们现在该还要问什么。对，然后那个加时团我们有一个加时的这个概念。对对对，那两位老师在按这个加时键的时候内心里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加时很简单，就是你在音乐一响起的时候，你可以从不管是他的编曲或者说突然他开始唱的第一句有打动你的心的时候，对，你手自然而然就会放上去就按了。对，所以他们的命运其实相对跟我们也有点关系啊，挺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能被感动，然后我们就会给他加时，所以他能不能通过这个关卡，然后达到最终这个跟传奇歌手的这个表演，所以我们还是扮演了挺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讲，在加时的这个过程中享受他们的音乐，如果能有感受，我觉得就会有好的成绩和对，所以挺好的。我觉得是一个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嗯，对。刚刚国文老师也说，觉得加时团已经像是一家人一样了。那你们觉得在这个加时团中分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反正他是我就是听到什么声音，然后会去猜测他的生活，或者说从他的声音去找到他在音乐上面想要表达想要传达的意境是什么。所以呢，大家都叫我声音的一个魔法师。对，他能够从声音里头听到故事，这个是这个哥哥最厉害的地方。是是，谢谢。我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喜欢不同的音乐种类，然后我觉得在这舞台上可能有很多有意思的改编，或者是很强的唱功，嗯，或者是很厉害的这个就是新颖的想法，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吸引到我。所以对我来讲，音乐性和打动我实际是挺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也在这些参赛的选手当中向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我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在这儿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学习，相信欣赏音乐，一起互相学习的一个地方。嗯，对，嗯。最近也是发了新单曲，嗯，有没有看到网友的一些反馈？他们就说像过年了，因为最近就是等了半年，一直我没发歌手之后我就没发啊。说不说别的节目？待会儿可以吗？可以。Anyways，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过了半年，他快半年了吧，差不多有了啊。然后一直他们都在歌迷在等我的新歌，然后一直我说做音乐不能像做烧饼，嗯，我说就是你懂的，就是音乐是需要心血和时间，还有一个情感的注入，所以一下给他们三首，一个是羞羞铁拳的主就是片头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在之前的节目的一个遗珠叫 Dear Friend， 我重新改编，然后马上又有新歌，所以接下来还有新歌，所以那天发完之后同时发三首歌，然后歌迷都说像过年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高效过，但是接下来可能会更高效，因为专辑马上新专辑马上要年底会跟大家见面，也在紧张的制作，我希望能够跟下一张专辑啊，这张来不及了，但下一张我希望跟黄奇哥能够邀一首歌，虽然你已经排满了，但是对我来讲能够唱到您的歌，我觉得也是一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继续写下一首。好，我下次去台北找你，好不好？对，没那么简单，再更简单一点。好的，我们就是 the less is more， 就是做减法。Okay。 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今天来，因为今天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一天，是因为大家都陪着我们，然后陪着我们一起录，然后觉得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有你们，我觉得这个节目会更棒。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拿上来，谢谢。嗯。美女，这个手高一点。高不了。你站在这边上。手可怜。不是，得谢谢您。这个是。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的龙龙老师啊，我们的音乐总监。这太多了吧，我帮着拿吧，我帮着拿。那边还有呢吧。好好吧。先这样吧。回有这得都你看，如果我没有那个弄出来的时候，这个你得帮我看啊。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金绍刚老师因为确实是在来的路上家里边家属有一些身体上的不好，然后所以他就没有赶过来，特意让我说一下，跟各位媒体说一声抱歉。然后今天主要是我们的音乐
台总监龙龙老师，还有音响总设计师金绍刚老师的一个采访。那因为他没来，所以呢我就过来代替他说几句，好吧？然后各位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主要是采一下我们的龙龙老师。好，谢谢。好，那个方导，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是一个原创的节目，是，所以想让您讲一讲这个节目在创意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哎呦，这个上来就问我这么难的一个问题哈。原创节目，一个音乐节目特别难。最初我们是奔着音乐节目的下一站设计，就因为音乐节目这么多年，从好声音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大踏步的向前进的一个地方，然后后来还有很多什么梦想的声音啊、天籁之战啊、啊包括看见你的声音啊、蒙面唱将等等，但是偏于国外模式版权的比较多。那其实我们就酷于做这档节目，实际上是希望能代表我们中国，或者是这个说的可能有点大，其实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音乐的一个理解，我们如何去做中国的音乐节目，所以才做了这个让经典再惊艳，就把一些老歌换起来，然后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力。但是如果说不做改编，只是找别人来唱的话，其实区别不开其他的节目，像歌手啊、好声音啊什么这样的节目，其实它都有多多少少一些翻唱的一个感觉，它更注重人物，但是我们实际上更注重经典是为什么变成经典，那来的这些新人是凭什么去做出一个惊艳的版本，这是我们看重的地方。当然这过程当中跟龙老师我们一块儿沟通，那也请龙老师来说一下哈。对，这个节目对于这个节目的理解，机缘加入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说实话我加入的时候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的确现在呢各种音乐栏目非常多，而且也这么多年了，就是也都做得很具有水平。这个节目当初我跟那个小方我们在就是研讨的时候呢，让我就是觉得这个节目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有别于其他的节目的，叫不凡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说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基本上所有的节目它都是改编。其实在我心里呢，我觉得改编和改变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说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很多现在节目它都限于了一种，就是在改编曲，在把编曲做得多么的丰富，把编曲怎么去烧脑做编曲。但是这个呢节目呢，我觉得是有点，它是带有相当的原创的这个成分在里边的。我们对就是在拣选所有的艺人，包括他的这些就是发上来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他这些作品来说呢，我们非常注重他自己本身他的角度去怎么理解这个歌，而且呢我们也给了他们相当多的这个空间，就是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的一些内容放到里边去，包括修改一些旋律，当然前提是你要保留原有歌的一个精髓部分，然后呢修改了一些旋律甚至于一些词，但是一定要是有自己的角度去阐述这个音乐。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是什么呢？现在的确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这个原创的音乐呢，非常的就是困难，就是大家就是对原创音乐的就重视来说可能还不够，而且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可以去推。我们这里边呢，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发掘大量的有才能的草根音乐人，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的音乐人，他们自愿来参与，他们觉得这个节目很好，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所以说呢，这个节目它的性质我觉得是跟其他节目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愿意大家参与这档节目的制作。那请问一下，那个方导，您是如何说服这些大咖能够来到这我们节目中见证他们的音乐被改变的？给钱呗，开玩笑。其实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去说服，是这些经典歌曲本身的魅力。他们知道原唱者会到现场，所以这些原唱者包括罗大佑、戴佩妮、杨钰莹、蔡依林啊、王心凌啊，甚至蒋大为老师啊，都是一些在我们过往音乐记忆当中最牛的一些人，所以其实是他们的吸引力而导致那些我们叫竞唱歌手去想要去把这个歌曲做一个变化，在我们的原唱面前
做一次改变。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创点模式当中自然的一个吸引。如果说我们真的说花很大力气去找的话，恐怕这个就非常难。但是如果说自然有这个生命力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生态。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比如说我很喜欢凤凰传奇，好，那我过来参加这个节目了。后来我就会告诉我的朋友，你要不要来参加？他说还有谁啊？说哦，我们还有这个罗大佑老师在。哇，那我要来，因为那是我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音乐记忆。所以其实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啊。对，酒香不怕巷子深哈，其实就是这个酒很香，所以导致的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对，就是这样。对对。那龙龙老师就是在我们劲唱歌手带来这个改编版本之这个作品之后，您是怎么样让它加棒之后呈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的？我们这回甄选这些选手来呢，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他得有自己的创意。所以说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不是改编曲，而是必须要从根儿上有他们自己的创意。他们有的呢是自己已经有编曲的这个成品了，那有些呢是带了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来帮他们来做。这个是这样的，我们都会本着一个，首先是尊重原创，一定要是充分的在尊重原创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帮助这每一个选手去发挥出他自己真正的就是想要讲的东西，他的内容。我们这个歌虽然是个音乐类节目，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像很多的那些就是其他节目那样，就是我们是在拼。我不是说唱功不重要，唱功是很重要，唱功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是他对每个人对音乐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刚才呢，就是我想补充那个，就是小芳说的一点，就是这次呢，我觉得整个导演组，整个就是酷娱的这些同仁们呢，做了很大的努力，实际上是去沟通，不光是沟通这些竞唱歌手，同时跟这些我们所致敬的传奇歌手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经典它这么长时间，就是它是有它的道理的。歌手对自己的这个作品被别人翻唱呢，实际上他们是。也是又喜又惊的，就是他们也会有顾虑，说你会不会给我翻唱的非常邪门。所以这些事情呢，都需要导演组，需要这个制片人去跟他们艺人大咖们一个去沟通。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艺人并没有那么好沟通，需要花很大的这个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去说服他们说 OK，你坐在这儿听听别人怎么改你的歌，实际上他们心里也挺忐忑的，就是自己的成名作成名这么多年，被别人这么一通改的话，他们也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方导他们是做的非常到位的。好，谢谢各位，今天谢谢两位老师，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各位，帮着多宣传宣传啊，感谢。对啊。这个是我的，美女，那个是我的，谢谢。可以，谢谢各位。然后我们的稿件和果片都会同步在那个群里面。